这球就算是不出棒也是个好球啊，直接三个球把大村三郎给请回休息室里面休息了。回棒落空，哇，曹景文砸弓箭，三振掉了西刚刚啊。两好两坏，两人出局，垒上没有跑者，放心的对决吧，结果是真的来了 KKK 连三 K， 让日本队在八局上半是长下了三张大老 K， 那么现在比分呢是7-2，日本队暂时领先。